你喜欢跳舞啊？哇哇，嘟嘟嘟嘟。今天我给你看的是我儿子跟着音乐自由跳舞，这是一种很好的培养孩子对音乐的热爱，然后和节奏感。哦，他不是好爸爸，爸爸爸爸爸爸爸哦。然后老二看了也会在一起跳。哦，弟弟去拿枕头、小毯子。哦，哇，哇，你可以。